影帝影后组合而来的家庭相比一般家庭的确是备受关注，就比如夏雨袁泉这对娱乐圈当中的模范夫妻，这些日子就一直被传言已经离婚，而许久没有在镜头前露面的夏雨近日也现身为自己正在上映的新电影《圣诞玫瑰》做宣传。拍摄片场被问及离婚问题，夏雨也透露说呢，确实有家庭压力，但是自己会通过运动的方式来缓解。因为这个环境啊，然后这个社会家庭的压力都会慢慢的会增加嘛。看来这次的离婚完全是空穴来风，喜欢夏雨袁泉的朋友们就放心吧。